这个长的话是叫啥来着？想看弟弟，我觉得对。
我是露娜的王磊，大家也可以叫我磊磊。因为我双天太高，料事如神，所以我就是陈嘉浩区的金版神经元。金版神经元，金版神经元，保证本人绝对不出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娜的黄子叶，大家可以叫我西西。哎哎哎然后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游戏里面那个配沙发舞对艺人挺共鸣，就是很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是露娜的娘家，大家可以叫我小纯或小虫虫。好，娘家，娘家，娘家。然后就是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虫虫最爱吃的是肉嘛，然后很开心。你要全部拍下来，我把 MC 拍完就差不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娜的新成员董胜奇，大家可以叫我子信。大波，大波都哪来的？我平时比较喜欢玩 cosplay， 然后就是因为喜欢这个镜头前面的感觉，所以就站在这个舞台上了。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见面，有点小害羞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。那我们第一排的成员介绍完毕了，那今天为什么要站在五零八剧场的舞台上呢？其实我想问大家，为什么要成为偶像呢？那就我先来好了。为什么我会成为偶像呢？其实我是误入歧途的，看动画片看多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很多动画里有很热血，有很多的友情，很多的勇气，很多很励志的东西。但是呢，这些东西就引导我进入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恰巧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也能很励志、很勇气，生活充满热情。我们要。为什么我要成为偶像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以前我也是和大家一样在台下挥挥棒子，浪各种团的招啊。在台下浪，但是我们也在台上被大家一员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成为偶像，被大家一员的偶像，谢谢。这样子。说到为什么要成为偶像呢？我是12月份就入了团，然后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吧，就是觉得唱歌跳舞很开心，然后就入了团。期间也以前也曾经怀疑过自己，因为我的外表也很平凡，然后唱歌跳舞也很普通，就是，但是呢，就是站在台上会给我一种快乐、很开心的感觉。也许自己以后不能有很多很多的粉丝，也许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大明星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台下哪怕只有一个观众，因为看到我而开心，又看到我而笑而
觉得我所付出的所有一切都是值得的，所以我成为了一个偶像。所以我想问一下今天大家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好真实啊！我就说一个比较实在的吧。就是在舞台上的话，可以挥洒自己青春的汗水，然后就是可以减肥嘛，对不对？就消耗了这么多的热量，就可以变得越来越苗条，对不对？就是已经瘦这么多，瘦一点瘦了，对。那我们怎么活？就是从现在之后就会变成水煮蛋嘛，就。有没有？我觉得水煮蛋是还要圆啊，因为水煮蛋是圆的，是被很多的草莓蛋，不是啊，就是水煮蛋。